农历七月结束，八月二五号下晡，也就是农历八月一号，新丰庙举办着新丰夜巡的绕境活动，希望借由着传统的绕境活动，让地方平安，民众安心。今年新丰出巡的夜客，其实信众若是有身体无爽快、运势无顺，拢会当伫新丰夜平静客湾，以夜客来反省自己，希望会当消除业障、消灾解厄、祈求平安。民宿当中，农历七月鬼门已经关闭，就惊还阁有好兄弟伫外口留连无转去。嘉义市嘉义县红庙庄夜巡活动，今仔旧历八月初一，阮感谢咱的上红庙业董事长，甲所有董干事，大家人用心规划，予咱嘉义市大家人看起来，整个这样的一个教化，这嘛是过节的爱文，嘛是予大家讲知影，袂使做歹代志。我想我们用教化自然在活动当中让大家人了解，我想今天在嘉义闹热滚滚的嘉义区，让大家知道农历的七月是一个孝亲月，但是也是我们一个敬重天地鬼神重要的一个月份。我想在昨天结束嘉义区嘛，很多轮播啊，大家拜拜完成七月几个月哦，都拜好兄弟啊，所以呢有的哦这佛教，不归，所以今仔拢来劝导，互伊转去。这是哦，对这个鬼神的问题哦。夜伫个前景，因为火警造成十一个人死亡的嘉义嘉年华大楼的时，当机突然启动，引起不少的骚动。清风夜巡绕境的队伍突然神经加安，人机为曾经因为火警造成十一个人死亡的嘉年华大楼行了出来，直奔清风夜神像头前，爱清风夜做主，把无清气的物件带回心门。突如其来举动惊动当地住户以及业者，大家讲这十年来大楼拢真平安，无听过怪事，但是相信清风夜做主了后，一定会更加平安。嘉义市嘉义县红庙董事长表示，新丰爷三工前就指示爱伫二十五号出巡，就是惊爱鬼门关，煞还是有好兄弟伫外口无转去。出巡绕行古厝路城四个城门街道，透过夜客仪式祈求平安。嘉义县红爷巡队伍起驾，展开长达十外公里的巡行，都期盼透过民俗活动，让台湾会当更加平安，一切更加顺遂。最新新闻，蔡立东，嘉义市采访报道。